船只要回来了吗？没有，这负责人都跑了，这钱怕是一时半会都结不了了。那怎么办呀？公司很多人都离职了。我打算了，跟大树还有几个同事一起去外省搞点投资上班。可是，放心吧。再说了，明天毛毛不就是要上幼儿园了吗？这里要花钱的地方多着呢，我豁出去了。傻子，大叔你回来了啊！货都卖完了，年底了，生意好，就卖完了，所以早点回来过年。大黄怎么不跟你们一起回来呀、啊？哦，他有些事情，可能要晚几天。这都快过年了，还有什么事比回家还重要？傻子，不好意思啊，你能不能给大黄的住址给我？没问题，我晚点再发给你。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先回去了，我老婆还在家里面等我吃饭呢，先走了啊。你好，请问你找谁？请问大黄是住这里吗？哦，你是嫂子吧？大黄刚出去了，不在家呢。那你知道他去哪了吗？这个点的话，他应该在附近的工地干活。你出了小区以后，往左走几个路口，就看见了。谢谢你啊、对了，我买了一些水果，你拿着吧。谢谢嫂子。不客气。大黄，子珊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的货都卖完了，你怎么不回家？跑到这里工地干活干嘛呢？这过节还远了嘛，我就想着到工地上做点兼职。多挣点钱，
给你个孩子买点新衣服穿。老公，谢谢你。明天我们一起回家。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，该向前走或者继续等，这痛夜里有百万个不确定，陷入深夜我期盼天明，晕空的泪一如冰凌，接近了成雪花坠，这一瞬间妈，我爸走得早，你一个人生活不容易，现在我长大了，就让我尽个孝心孝敬您吧。